春运第一周，也就是元月10号到16号，全国的铁路、道路、水运、民航累计发生旅客4.371亿人次，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.7%。其中铁路发生旅客6982.6万人次，增长了21.8%。道路发生旅客3.511亿人次，下降了0.6%。水路发生旅客493.2万人次，增长了4.4%。民航发生旅客1121万人次，增长了7.1%。高铁、民航、水运的出行量增加，道路营业性的客运量在下降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